細細個我已經睇費穆導演嘅《小城之春》，睇佢點樣拍維維嚇。太多了，中國電影裏面拍女性角色拍得好的導演，女性角色給到我的不是一味的感性，而是它裏面有某些的強度、硬度。在我的戲裏面，我不覺得我的女性角色是苦命或者認命。八九十年代的電影是賺錢的，提供了那個大環境咧，係俾好多導演咧揾不同嘅類型電影去開發佢哋嘅想像空間。點解今日你哋冇咧？我哋唔可以太苛刻地對今日嘅年輕導演，佢哋嘅資源喺邊？調翻轉頭，係要睇香港電影要行出一條咩路咯？呢個都係緣分嚟嘅。我覺得你哋咁啱又揾我做焦點影人，我又喺城大教緊書。你在他們的作品裏面，你看到他們開始關注社會，關注香港，甚至有些作品他會問，那我們怎樣再出發好呢？即不是業內，是學生的，都會提出一些這樣的concern，無論對自己或者對社會。那我覺得香港電影又未必至於說香港電影而死的。